Good time and let's win. All right, let's have a good time and win. 好了，比赛现在开始。第一次进攻呢是来到了黄队，现在双方的比分是10-8。之前呢已经有过一次投篮的练习，所以现在是黄队稍稍领先两分。林俊杰给到了这边，陶志洲突破，再上，陈江华给到外线，张晨星底角的跳投，两分没有投进。篮板球是 Anchor Foy 抢下来，杜峰给到黑人，再到底线，啊，这个球传的稍微有点高，像刘根红并没有能够拿到。球权回到黄队，交给吴尊，吴尊再给内线，内线的强打并没有打中，自己再来抢篮板，看宽谷的机会。周杰伦突破第一个，再给到这边底角黑人的跳投，两分也没有投进。不过前场篮板球抢下来 Uncle Foy， 造成了 Jason 的犯规。这样今天这场比赛正式的头一个两分有可能是在罚球线上来获得了。 Uncle Foy 绿队的秘密武器，好的，第一罚果然罚进，这样双方的差距变成10-9，只有一分咯。第二罚没有罚进，这样 JJ 抢下篮板球，看快攻的机会，传到这边再给内线上来，没有上进，再补还是没有进。绿队反击的机会，刘根红给到这边黑人中投，两分啊，很可惜，篮板球，哇，刘根红从陈江华手上抢到了这个篮板球，再给到这边 J， 周杰伦中投投进，这样11-10，绿队完成了反超。吴尊也要来还一个吗？这个球没有投进，篮板球又是快攻的机会，看看刘根红上来左手没问题。13-10，绿队这是要告诉 Kobe 坐在场下是不行的。又抢下来了，我这边抢回来，陈江华的中投也投进，好球，陈江华还了一个两分，13-12，双方的方差呢还是交织在一起。周杰伦给到这边刘根红，也进，好球，刘根红右侧45度角投进，双方的投篮命中率呢是要比开始的时候高出很多。陶志洲自己突破上来没有进，篮板球，刘根红再要自己上吗？哇，刘根红 back to back 两分，这样17-12，绿队领先了5分了。 Jason 大范围的转移漂亮，到这边陈江华的三分球没有投进，杜峰抢到篮板球，快速移传，看这边黑人再给到刘根红，再上左手，前场篮板球杜峰抢到放进，黄队加油，19-12，黄队加油，哇，差距越来越大，科比，科比，科比，给到内线陈江华。哇，全场的球迷都在高呼 Kobe， 自己再打好球，这是吴尊，吴尊拿下两分，不过这边刘根红来得更快，上来没有上进，看陈江华的反击，他是要选择自己上吗？给到自己跟上的球员，好球，张晨星两分，不过这边又没有人防守了，刘根红可惜自己再来，哇，陈江华抢到篮板球，自己要扣四扣一条龙吗？自己来投篮，吼，哦，陈江华将黄队打出了一波6-0的小高潮，双方的差距回到只有一分。刘根红再给内线，好球，可惜了 Uncle Boy 没有上进，不过抢到篮板球，黑人抢到篮板球造成了黄队的犯规。
现在站上罚球线的是黑人。哇，黑人第一发罚进，看第二次罚球，第二罚也没问题，21-18，让双方差距回到三分。杰森来控球，面对的是 J 的防守，陈嘉华，他要自己来突破吗？漂亮的转身，哇哦！陈嘉华，这就是国家控卫的厉害。哇，陈嘉华将双方差距又回到一分，21-20。杜峰今天还没有出手过，再给内线，篮板球刘根红抢到，再给杜峰，起开。